我是诺亚，我是伊亚，欢迎来到伊亚的麦块原味奇葩生存半神生存的第33集。那我们今天一样要盖我们的犬之岛，然后因为我刚好我有开了就是飞行跟无敌，所以现在那只水鬼打不到我。那我现在已经把我的版本更新到了 1.5 的版本了，就是海洋更新的版本，然后所以现在有水鬼跟一些海洋模式的一些东西。只是我刚才打开那个录制软件的时候，这只水鬼还没有在旁边呢，就没想到他现在跑在我旁边。我刚才一打开，我吓到，哇，这太可怕了吧！那我大概命名好了。那在这同时，我们先切换回原视角吧。那我现在就是快捷键下面的那些物品，我今天大概就会用这几个颜色来盖一只犬的雕像，就是白色的狗的雕像。我还在思考到底要怎么盖了，因为我不想用羊毛，因为怕打雷的话，可是在这个地方好像不会打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用我现在身上的状态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清除这块土地。我现在就是把刚才那一层就是挖完了，然后多了这些泥土，先把这些泥土补一补。大致上完成了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我要在这一层盖一只犬的雕像，然后，想说还是要给它一个平台，我先做一下那个平台。我们给它一个范围的大小，看一下，这样子，从这里开始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一二三四五，先在这里铺一层泥土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在这里盖。我们先来量好一下腿的部分，它的腿，然后身体，好像真的会不太够，然后前脚、身体，我要做一种就是它在等待的感觉。思考中，思考中，努力思考中。好像很奇怪耶。好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就是这里。然后我刚就是，其实我就分开录了。那天不是，就是我不是说我玩了很久嘛，然后。就是在深夜的时候，然后后来就修修修改改改，然后觉得烦，然后就把就是补一下泥土啊干嘛的，然后就后来又想说到底该要怎么做。我后来是等一下不知道这种游戏怎么了，而且创世神启动大师有点坏掉，哇塞，这个怎么每次上线都有一种超多问题啊，哇，有点生气。然后我后来就回到血之居那里，然后参考那个时候的，就是麋鹿怎么盖，所以我后来就用盖麋鹿的方式盖了狗。那我会盖两只，然后我就先把一只白犬盖好，之后我要盖一只黑犬，但是我会用深灰色深灰色的混凝土来代替黑色，因为我怕在晚上看不到这只狗，所以就是要让它还是有点颜色。那后面黑黑的到底是什么啊？而且我现在晃动有时候会就停顿，我现在又停住了，完全就是很可怕耶，到底怎么了？然后创世神启动大师我录完之后它又坏掉，就是可能因为麦克又更新到了 1.5 的版本的关系，导致说出了这个问题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盖吧，只能这样子了。
那反正就是脚、身体、手，就是还蛮简单的。好，就继续盖吧。然后我准备了黑色地毯跟深灰色地毯，是等一下会用到的素材。然后还有黄色羊毛，我后来又去私底下就是准备了一些新的素材。所以就是等一下，我现在点不开我的界面，到底怎么了？已经没有创世神启动大师可以用了，然后还够这样卡卡的。好哇，下面一只女巫。然后再是，所以他们的羊毛会碰触在一起，我还是没有抓好那个距离。好吧，再把它挪过来一点好了。那稍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盖到这里了，然后就继续吧，我先把这里先盖好。哦，掉下来了，不。又动不了了，又动不了，卡住了。好，算了，我先继续把从头那边开始盖好了。现在把上面的部分砍掉，然后对齐了一下，然后重新盖了一下，然后现在就是要来盖头的部分了。只是这些绿绿的好麻烦，它一直宕机，我不知道到底是出现什么 bug 哦，好烦哦！最近真的是玩游戏真的都很不能稳定哎。不，别再这样子了，那些一定是怪物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类似创可的东西的那种感应吧，好烦哦，拜托你们快滚开，我快崩溃了。那我刚才就是还有去拿再弄一下我的灰色浅那个混凝土，因为我发现它是真的不太够。这边的羊毛好像怪怪的，我到再调整好了。哦，应该到耳朵的部分了，直到发现嘴巴的部分好像素材会不够。然后地毯是为了放在这里了，防止上面太暗而生怪的部分。然后这边，哦不。好吧，下来就是代表说可以去拿素材的意思嘛。好了，我先去弄一下素材好了，感觉又好像是够的，对，好像够，先堆上去好卡住了，哦，又卡住了，哦，我真的好烦哦，好像老鼠，呵呵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的眼睛呢，就是用这个颜色。好了，我们的小灰犬就已经盖好了。好，其他颜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准备这么多。等一下还没，最后的最后的最后，
就是尾巴咯。我放几个，好像两个吧。太长了。好，这样他们两个就盖好了。好，让我开一下创造，让我飞行一下。哦，原来是，这也是这样。好，我开一下创造，然后飞行一下，抱歉哦。开创要飞行也太可怜了吧！哇，它真的好像老鼠哦，没关系，也是一种。就是这两只犬小狗就在这里，就小灰跟小白，黑白无常的概念了。因为我怕黑色太黑会太看不到，所以就是用灰色深灰色。然后我到时候会在这里盖一栋小房子。然后会把这边的墙壁改成用，看是要用闪成岩还是什么，让这边建构成一个像玄武岩的概念啦。然后反正这里就有一个小房子，然后这里的泥土到时候再慢慢的补上去。这边泥土已经补的差不多了，我是没有挖掉，我之后就是直接把泥土盖上去，因为我觉得挖掉好像很累，到时候再看。然后就是因为刚才有一个宕机，然后从这里去看一下说，就是它这里的泥土沙子掉下去了，因为刚才不想放到一块方块，因为就宕机，然后就沙子你看就掉在这里，然后下面好多水鬼哦，好可怕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，就在这里用一个非常超奇葩的状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。那我们下一集就来盖旁边的小屋吧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那今天影片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按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动态的话，可以帮按个订阅。那记得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哦，在我发布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第一个收到消息了。那我是阿西亚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